加进牛，出一个变狗，不怕。已经到桃园棒球场啦！今天呢是一个特别主题趴，而且是跟动漫有关，那就是初音趴。上次英语联赛演到了今天，哇，超级期待！因为不只有特别初音周边，乐天女孩还会带来特别中场舞，而且是跟初音有关的，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期待一下。那我之所以会这么期待初音趴的最大原因，是因为初音她自己会穿上我们球队的服装。另外呢，球场也会有初音的动画，而且比较特别的是，初音还会做应援动作，跟我们一起为我们球员应援哦。好，那不多说，乐天女孩就要去练舞喽，走。我们现在要去练舞了，倒数第三场，所以要把握了，一定要拿下胜利。初音要带我们去未来，初音带我们飞。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服装？哇，初音白，而且我们的特别不一样，总监的不一样，对，总监团长的比较不一样。事情想告诉大家，来请秀。今天的初音舞是我们女孩里面最难的一首歌，是吗？真的超难，这是我们练了最久一次的舞蹈。我跟你讲，高课真的是第一次练这么久还被我留下来。对啊，而且然后矮课已经回去了。对，我们练完还想再练，因为真的很不熟。我在矮的时候，矮都练不熟，然后再高的时候。所以问题是你都有了。练完了，然后现在女孩们就准备要整装，因为有的人要去场外。我必须讲一件事，就是等一下呢，大家会全体变成双马尾。Oh my god， 可以吗？加油，双马尾，加油！跟两个初一，我们现在要去扭初一的变狗，不怕。有效，我们现在要去扭初一扭蛋，因为这次的初一扭蛋非常特别，是初一穿我们的制服。希望可以抽到，没错，尤其是我们亮片服是我最想抽到的。哥哥好，菲菲你怎么在这里？菲菲本人哎，哇！初音扭蛋就在这里，你们看，这是我们乐天女孩亮片服，我们啦啦队的衣服。对啊，所以我才特别要来扭这个，然后还有球衣版的，我要这个。被包围了，来，我准备好我的零钱。对，我希望我可以一次就中，对对对对。我们先来看到底我们三个谁的手气。好，一人一次，一人一次。这个是我们黑色球衣，黑色球衣也蛮好看。下一个，这个好，其实有很多个，所以它几率也有点难哎。对啊。哦，开箱，不是。不是，但至少目前还没有重复。对，这个还不错哎。飞，干，这个很热哦。好，感觉是他的，是不是？抽到也是蛮厉害的啊。拉的。怎样？哇！老板，好热，刚等于说我们自己已经抽到了三种一，然后。怎样？要怎样？我们要支持乐天。
初音的应援机，哇，是初音未来的 T 恤，哎，真的，每一个都好好看哦，太赞了吧，真的，对，收藏起来，开箱给你们看，我们刚刚抽到的，而且都没有重复哎，仔细看是不一样，对对对，我们刚刚一开始还想说会不会有重复的，发现都没有，我们最幸运哎。最开心的是这个有抽到，感谢菲菲的手。子婷，太用心了吧！想说只跟他来一样的。要哎，超级用心，听说下半场会有更猛的来，我们期待。看一下总监团长 MC 服是跟大家不一样的哦。好。对，非常好看。第一次最大尺度是在今天的，都被怂恿了要绑一样的东西。加油了，我就不跟了，因为我觉得总。我觉得总监，绑起来，绑起来，坐下，坐下来。总监怎么会适合呢？好好看啊、喔！可以耶！今天全部人都是双马尾，包括总监。小琴在我旁边是统领。可爱的，这是什么啦？就在这边看大家应援。你要上去。我怎么忽然觉得我心跳很快？我等一下会不会不敢上去？天哪，这尺度太高了！我天哪，双马尾。来吧，不管怎么样，今天桃园来了以后加油！好多初音娃娃哦！天哪，天哪，好壮观哦！我们两个初音也要继续加油。来二局开始。
谢谢啦，各位小伙伴们，就是这个趋势，大家不要弱掉。天气也越来越……哇，现在处在一个非常非常紧张的状态，因为他们刚刚，我们的投手失误，所以把他们送回来一分。那他们现在的状态是蛮累。桃园队加油，一定要守住！天哪，他们现在……人民防队继续上场打击的是第六棒，王威成。云溪竟然把他的外套丢给我穿，哇！他刚刚说看我一个人坐在那边，然后抱着手很冷，然后他就把外套丢给我了。他的外套在我这，哎，好像是有慕言的爱，今天有云溪的爱。好啊，不要我了，不要我了。要，拜啊，赶快穿起来，来，我们一起穿好了。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戴幕也是初音配色哦，超好看的。又形成了五比四，你的是中信兄弟65号。起起落落，告诉你，我们还是要拿最后胜利的。